艺人曹格在吴素玲脸上轻轻亲了一下，夫妻弥漫幸福笑容，两人同框放闪。但结婚14年的他们近年分居，婚变传闻不断，如今正式宣告婚姻走到终点。因为两人26号晚间声明证实，婚姻后半段常常带着无法理解对方的态度生活，最后彼此回到最初位置，期望退回这样的关系，可以更理解对方，也说是和平离婚，祝福彼此，请大家给隐私和空间。因为他是那种艺术家个性，然后我就是那种大辣辣少根筋的那一种，所以我们两个母羊，对，我们刚开始就是相处的时候还蛮痛苦的，真的一度痛苦到你知道在晚上要捶枕头。从偶像跟粉丝的关系到相恋结婚，曾经上节目谈两人爱情故事，即便相处痛苦，但激发更多面向。吴素玲还说很庆幸自己能够嫁给对方，但14年间曹格屡次传出酒后闹事、情绪不稳状况，日前除了自曝夫妻俩冷战中，也发出负面情绪文章。所以一定要听老板的话，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空间啊，然后这个。对，哎，让我好好的长大。其实婚姻上会有一些问题，亮红灯，谁没有？结婚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吧。2013年，曹格闹上新闻版面，吴素玲也算霸气护着曹格，但或许一路走来，再多的磨合已经无法修补关系，在选举投票日宣布离婚，画上句点。TVBS 新闻卢鸿章、徐婷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